前高中的时候看书的时候都会听这个。哥伦布说地球是圆的，找一个方向不停地走，只要你的信心足够，总会有那一天遇见你心中的爱人。姑父说革命尚未成功，失恋了几次又算什么，想当年故乡的小雨也为他的爱情奋不顾一切的向上游。为了找寻我的导播姐，好啦，那个，你要讲一下去哪里可以找到你。